让我们欢迎 The Nine。我们的 The Nine 绽放于初夏，心藏火花，用新生代少女力量绘制出独一无二的色彩。风格多变的外延之下，是对坚定未来化阅读量。我的妈呀！他们的信念因为凝聚而强大，开启了无限的可能。来，欢迎一步至我们的第一个拍照区定点，这是我们拍照区哈。我们要多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啊，因为 The Nine 今天也是精心的打造了今天的亮相的造型哈。是是是，嗯，哎，非常精彩。哎，这是什么团队手势吗？欢迎 The Nine， 来，有请各位移步至我们的采访区域哈。真的是越来越美，每一位。欢迎各位啊！思文佳，面对九位美丽的小姐姐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是，我想知道之前你们解锁了国风的造型，前卫的复古造型。那2021年以团队的形式、等待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，还有什么样的造型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？行，期待哦。所以安琪，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的这个妆容？天吗？今天其实可。好，我们期待你们更多的可能性，期待你们的舞台，加油！谢谢 The Nine， 来，有请各位，那我们的拍摄区进行拍照。